前面已经开始在塞车了，希望不要我们到六点才刚到台南，我就直接素颜上阵。在老家等等汉堡跟茶的摩托，这已经代表到台南。请问我们今天是来到什么地方？今天这里是台南文创园区。哦，文创办托。你确定我们不是来看那个？看哪个？阿夸。对，阿夸面专场。对。我们后面是 Live House， 我们的舞台车正对着他们。我觉得看阿夸面的人应该觉得干这傻小。剧烈运动，谢谢。你要跳多久啊？我那只很短，因为哦，是一个老板的爱吃雪花冰，确实Thank you.
还好吗？我可能喘个半分钟。要喘半分钟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可以让你喘半分钟。好，今年呢是我们春鬼组第二届春酒。那第一届呢，我们是以肚皮舞嘛，那时候答应大家说，哦，我要学肚皮舞，然后春酒表演给大家看。结束之后呢，我又答应大家说，第二届春酒如果有办的话，我要在台南做一个就是非常道地的满德，然后还要跳那个什么电子花车钢管舞。我这只是讲笑话，结果我还真的去学钢管舞了。而且重点是，钢管舞跟我一开始认知的不一样，我以为就是在上面折两下，结果真的去上课的时候发现我真的超厚。你还要爬到上面，每一天看你那个淤青，那个 OK 真的夸张。屁股坐上去，左脚维度很好，好，左脚弯踢，左脚三折，没错，你没有错，右手左脚，靠着，靠着看，右手肘扣着看。这个扣，这个放着，这个手掌去抓你的左脚，抱着左脚，手掌抓着左脚。那个皮肤摸它的那里超级痛。嗯。抱着，好，把左手放掉，抬到顶上，左手放掉，很好啊，把左手抓高，右手抓高，左脚踩 ，yes， 没有错。能亲子痛吗？跳钢管，你们顶多如果他上的是旋转管的话，有人会先吃晕车，但没有人先吃自行车。风水有两个挂走了，哇塞！来来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。
家，我回到家了。这一次春酒非常顺利的结束，过程其实蛮紧凑的，所以就很多东西都没有记录到，包含钢管超级晃这件事。我在上面的时候，我都一度觉得我会抓不稳，但好险是顺利完成了。然后观众也有跟我说啊，食物很好吃啊，然后什么之类的，我就觉得这么拼尽全力的筹备这场活动，值得了，值得了这样。那明年呢？明年的主题要会是什么呢？我其实大概有个概念，不要再跳舞了，累死我了。既然我不会东西那么多，我觉得可以轻松一点。明年2025可以学个吉他，自弹自唱，然后结果又是一个超级难的地狱深渊之类的啊，那就是明年的我在烦恼的事啊。好啦，那这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这影片，记得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那么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我是米娜塞，拜拜。阿咪不知道跳吗？跳一下啊！阿咪跳一下，跳跳，扭一下，扭了啦！快点快点，跳！哇，这个背景哇！好，来再做一次。我操！我就说他背景超八的。你是护宇吕兄弟吗？